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歌手琳琳。那新的一年，琳琳在这儿呢，祝歪哥社团越办越好，耶！今天来跟大家带来一个只用接近十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从淘宝上买到商品的办法。首先，我们要在手机上下载一个手机淘宝，然后把它打开。我们现在来搜一个商品，看这一个，我们把它打开。它现在的售价是698元。现在我们返回，切换到微信。这时候你可以添加微信账号"歪哥社团"的小写拼音全拼。添加以后，你可以发送本期的暗语，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申请进入优惠券购物群，可以领到一张优惠券。现在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优惠券的使用方法。进入这个群以后，你可以在群里直接说想买什么东西，群里每天也是发一些东西，你们看到有自己需要的也可以直接来购买。然后现在群里有发的这一个商品的优惠券，我们可以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再切换到手机淘宝。这时候淘宝上就会显示出这么一个对话框，我们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它会有一张，这是什么东西？一个红包，领取一下。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它，我们现在提示有一张610块钱的优惠券，也就是说这张券可以当610块钱来使用。现在我们来领一下，这个商品是卖698，我们可以以698减去610，也就是88元的价格来买到这个商品。好，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来购买，随便选择一个尺码，图片是黑色的，我们选一个黑色的。打开之后，它不包邮，里面有6块钱的运费，加起来是94块钱。这个页面上有提示，使用了610块钱的券，可以优惠了610块钱。现在选好了，直接提交订单就可以了。好，再跟大家重述一下加入歪哥社团优惠券购物群的方法。首先，用微信添加微信账号，小写全拼的歪哥社团。添加以后，你可以发送本期的暗语，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然后申请进入歪哥社团优惠券购物群。有什么你想买的商品，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来询问，或者你从淘宝上有找到合适的商品，你也可以直接把链接发到这里，然后寻找相应的优惠券。这个群里每天也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商品，如果你觉得有自己需要的，也可以直接复制下来到手机淘宝上去打开，领取相应的优惠券。群内每天晚上8点准时发红包，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了，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